大家好，我是刘哥，今天我要来加解无花果，要用的这种糯米芽来加解。首先我们要取一下这个糯米芽，把它加解在这个糯米芽。首先我们把这个糯米芽把它取下来，把它切下来。切下来，切掉它叶子，放到这里，这里我们也把它切掉。把它切一个 V 字，这里中间切下去，好，我们把这个把它放下去中间，就可以了，把它扎起来。加芥末把它扎起来就可以了。扎起来就可以了，放上标签就可以了啊。放上标签，放上标签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就是糯米芽加芥末。